很多人反映说，那是有16项行程，很多人说玩不完。那现在是两天，让大家玩了更多选择，有21项的行程。我想这样的行程，是相当吸引人的。当然，我们香港马靠航空，也许将来有机会，只要多了个990，可以玩这么多两天，可以留在这边，让在世界各地的地方，不止台湾，来到这个地方，来到高雄，可以好好体验高雄的热情，高雄的美。捷运局也要协助我们轻轨的部分在这个。以前是去年好像才是一日游嘛，好那个轻轨的那个高屏通的好玩卡只有一天，那现在变成两天，好有21个点都可以免费的使用这个卡，那实在是一个增加我们很多游客可以多停留高雄的这个好事情那这个产品推出以后，大家也反映到说，从去年的16项产品，大家觉得一日来高雄是玩不够的。所以我们这一次也把它扩充成二日，就是整整的二日。那在这个二日卡里面呢，我们也包含了整个轻轨沿线有21个需要票券的商家。那这个我们把所有这个商家做个整合以后呢，我们把所有价值3000多块的一个产品，我们把这个福利给游客，我们只要990元就来做这样一个商品。是呢，同步的推荐给我们所有来我们的旅游高雄的朋友，海内外的朋友。